吃完宵夜返家闻烧焦味 ，B&W 突起火，驾驶吓坏逃。路边的一辆车在冒烟呢，啊，火烧车啦，吓死人哦！有那个烟出来，我们就马上停路边停下车。百万 B&W 几乎烧成废铁了啊！幸好驾驶逃得快。但皮椅被烧得里面泡棉外露，钣金也被烤焦，车况惨不忍睹。年初才有保养一次啊？年初才保养？对啊，因为我们车子都有在定期保养。驾驶说，今天凌晨5点，他吃完宵夜回家途中，先闻到烧焦味，紧接着冷气出风口就冒出烟来，他紧急停在路边，弃车快逃。对，冷气的出风口开始烧起来了，主要是那个地方。那这多久了？我真的十几年。驾驶也很无奈。明明开得好好的，了了，百万名车变百万火车。详细起火原因，火调人员还要调查。突发中心新北报道。哎，是我吗？你们能看得到吗？好像都看不到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们要注册哦，不然就看不到喽，看不到喽，想骂我也看不到喽。哇，都是一家人，你要看吗？想要骂我吗？想要留言骂我吗？想要留言又看又骂我吗？啊，来注册吧，赶快哦！快留言看不到，还要花钱哦！再不用哦，快点哦！加入好评友会员，只要用脸书或是 Google 账号就能一键注册，也可以用电话或 email 注册，限时免费。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。